电话，他说你哥上天了，本来我都不知道的，是昨天才接到消息。三次备份、四次备份之后，还那么能够坚持，我后面也跟他聊了，嗯，他说这是我的工作呀，这是我的本分事啊，也不掺着那么多的名利在里面，我就应该把这个做好。反而是这种好像给我一种感觉比较平淡一点嘛。一方面非常自豪，但是说了，毕竟还有那么久的时间，还有年纪，大哥的年纪也在这里了，所以我们作为我们亲人的角度，亲情多来点牵挂，多来点。